数位天空有线电视在板桥土城开播以后，优惠的价格以及众多优质的频道收视服务，提供消费者更多选择。另外，从3月7号到3月30号这段时间，线上装机的收视户有机会可以抽到扫地机器人。而是哪一位幸运儿有机会可以抽到这家务的好帮手呢？为了感谢消费者在3月7号到3月31号这一段时间，透过官网、线上升装有线电视以及宽频上网服务，数位天空有线电视准备了市价20,000元的美国 iRobot 扫地机器人要送给收视户，同时也邀请了新北市议员曾焕佳来担任抽奖人，抽出幸运的得主。而详细的节目抽奖内容，就要请观众朋友锁定4月8号晚间6:20，在第44频道播出的数位天空有线电视线上升装抽奖节目。